娘，这秦勇他不会失手了吧？怎么这么久还没有消息芬儿，淡定点儿，还记得娘怎么教你的吗？临大事要静气，要像你大哥一样，岐山崩于前而岿然不动。孩儿明白了，孩儿只是迫不及待，想看到，想看那锦臣的下场。芬儿，你放心吧，秦勇是不会失手的。为了对付秦臣，秦勇连影杀楼的杀手都请来了，有他们出手，再加上秦勇，别说一个秦臣了，即便是十个，那也死透了。娘，娘，胭脂，你出去看看。是夫人。少爷要敬娘，是秦勇，秦勇回来了，还不快带他进来见我？不是，秦勇他能不能好好说话？秦勇到底怎么了？秦勇他死了。什么？秦勇死了？芬儿，老爷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哼，都是你干的好事啊！是秦臣那个小畜生，一定是他干的。老爷，一定要让他死，否则我秦家将永无宁日。秦勇刺杀秦臣这件事，明日一定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当下该考虑的是，明天在朝堂上我如何向陛下解释。还有，秦勇居然死了，难道有高手在暗中保护那秦臣？秦远宏，秦远宏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！真没想到啊，你竟然会对三妹和秦臣下此毒手！二弟，不要这么急躁，不妨坐下先喝杯茶。你别跟我装傻！这秦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二弟，你越来越不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了啊！大哥，好一个大哥呀！啊，你有把自己当成大哥吗？你把三妹母子赶出秦府还不够，你还要赶尽杀绝吗？放肆！你是怎么跟大哥说话的？啊，秦勇之事，我之前是不知情，我自会向陛下解释，还不用你操心。好。好一个不知情！行，别的我也不多说了。如果三妹母子有半点意外的话，我秦远志绝不罢休。到时候，你别怪我不念兄弟之情。还有你赵凤，这里是秦家，还轮不到你一个赵家人做主。哼！你。老爷，你看看他成何体统！你先回屋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静想想。老爷，就要再说了，赶快回屋去。
王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若是再不来，你岂不是要翻了天了？你居然任由秦勇带着影沙楼之人刺杀秦尘，你魔怔了吗？这秦勇是自作主张，这事我之前完全不知情啊。你身为秦家家主，府中之人行此大事，你又怎会毫不知情？若没有你的默许，他秦勇一个小小的秦府家臣，又怎会有如此胆魄？哼！秦远红，你好好想想，若是因为你导致计划出现了纰漏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是我全考虑了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明日朝堂之上，我会想办法替你开脱。多谢灵武王，今后我必定不能如此莽撞行事。可不要忘了你对我的承诺。是，灵武王。秦远红啊，秦远红，还把我们大玄王法放在眼里吗？你们秦家的一个家臣，竟然有胆量勾结影沙楼的杀手，迫害秦尘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陛下息怒，求陛下明鉴，此事微臣也是事后才知啊。微臣第一时间就将秦勇的家人抓捕了。微臣一定严加审查，给陛下一个交代。秦远红，之前学院大考时，秦勇就试图陷害秦尘，如今非但没有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莫非是你暗中指使，和那影沙楼有所勾结不成？胡说八道！秦尘乃秦家血脉，我怎么能对于自家人下如此重手？秦勇很可能是影沙楼派遣，隐藏在我秦家。楚院长此言，实属诛心呐！陛下，秦家与我大玄向来是忠心耿耿，秦霸天老爷子更是为我大玄镇守边关数年。臣以为此事颇为蹊跷。陛下明鉴，陛下明鉴，求陛下明鉴啊！哎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此前还用卑劣手段干算我枪啊！看我不打死你！看我眼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解释个屁！你看我眼，干！别拦我！侯爷，慢点，稍安勿躁，大殿之上注意礼节啊！住手！在大殿之上成何体统？啊！谈正事吧。李南王，秦尘之事，你怎么看？禀陛下。臣以为无论此事是否与秦侯爷有关，秦尘身为我大玄少年英才，应该重视对待。此次遭遇刺杀之事，必须一查到底。陛下，臣愿意彻查此事。此事若真与秦侯爷有关，臣必严惩不贷。你们两个怎么看？陛下，
既然灵武王主动请缨亲自查办此事，那臣自是信服。那好吧，这件事情就交给灵武王来办理。臣遵旨。陈少，陈少，陈少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听说昨天晚上你家里遭到了袭击啊？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啊？不，陈少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康王爷跟楚院长一大早天还没亮就去敲响了精神鼓，说你昨天晚上被秦府的管家刺杀。现在陛下下旨让灵武王亲自查办此事呢，说是要是有人与影沙楼勾结绝不姑息，现在丁武王府上下一团大乱呢。没想到楚院长和康王爷把事闹这么大，哼，也好，让秦家乱一阵子吧。林天，嗯，你的修为怎么又提升了？啊，多亏了陈少给我的修炼功法。我林天如今也算是大玄的顶级天骄了吧？哼，不过似乎有点不太寻常啊。哦，没事，跟我过来。陈少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跟我朋友想要一件血脉石，麻烦您准备一下了。陈少真是客气。如此小事怎么会麻烦呢？二位这边请。嗯，这血脉圣地的人为什么对陈少如此客气啊？想什么呢？哼，哇，会长大人特意吩咐，这件血脉石陈少可以随意使用，无需预约。陈少没有其他吩咐的话，那小柔就先退下了。好。林天啊，血脉石，陈少你干嘛？我已经觉醒血脉了。我再帮你觉醒一次，你拿着血脉石，听我的吩咐。待会儿全力催动血脉。下来吧。啊？哦。竟然是明火属性，而且这形态竟然是玄月灰云。怪不得之前给了你口诀之后，修为提升的那么快，是玄月灰云形态加上明火属性，简直是绝配啊！陈少，我是炎火血脉，什么明火，什么玄月灰云，我听不懂啊。你说的炎火血脉只是凡级血脉，那你实际上是玄月明火，属于稀有血脉，一般血脉师辨认不出来也很正常。玄月明火？嗯。陈少，你别逗我了。陈少慧眼如炬。小友，你的的确确是罕见的玄月明火血脉。陈少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东方青会长。这下相信我了吧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敢拿你的前途开玩笑。陈少，我听闻你在这次的玄月大考中摘得魁首，
特来恭贺。多谢会长。这位想必就是陈少的朋友吧？哎，拥有如此稀有血脉，想必是和陈少一起去血雾圣地的吧？会长太高看我了，我怎么能跟陈少比呢？我连学院大考前十都没进，怎么有资格去血雾圣地呀？陈少亲自带此人前来检测血脉，必定对其极为重视。如果我能帮其争取到进入血雾圣地的机会，也算是卖了陈少一个人情。怎会如此？即使未能进入大考前十，可拥有如此稀有血脉，也应当许以特例。我身为血脉圣地会长，待我向陛下言明此事，并尽力为他争取进入血雾圣地的名额。陈少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劳烦东方千会长。如若东方千会长真能帮林天得到这一机会的话，血脉圣地今后如有需求，秦臣定当义不容辞。陈少言重了，我定会尽力而为。那我便先行一步，前去皇宫觐见陛下，尽早将此事定下来。啊，二位继续，不用送。如果东方千会长真能帮你争取到血雾圣地的名额，对你将大有裨益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必须修炼与你血脉属性相契合的功法。如果你只是修炼一般功法的话，算是暴殄天物，修炼成果将与常人无异。可我上哪儿去找跟我血脉契合的功法啊？我这儿有13种天级功法，你可以挑选一种。陈少，你没发烧啊？还是说修炼走火入魔了？天级功法我大玄国皇宫都没有一本，你身上怎么会有？鬼音地诀，不行，此法过于邪恶。冥王宝剑，对经脉的损伤太大。对，万影天镜，此功法倒是十分适合林天的体质。对，林天，嗯，我现在传授给你万影天镜。此法是所有天级功法当中赫赫有名的一种，而且在所有幽冥系功法当中也算是最强的功法之一。此功法一共有9重，以你的资质修炼到前6重应该不成问题，能不能修炼到第9重就看你自己造化了。真的是天机功法，陈少，你的恩情我林天铭记在心。行了，你就别嘴皮了，回去记得好好修炼。好嘞，那谢陈少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得赶快回天心学院了。哎，啊，学院大比都结束了，你还去学院干什么？不是陈少，你难道忘了今天是炼药师考核的日子？炼药师考核？对啊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对炼药师不感兴趣。这样的，丹阁与天仙学院啊有合作，凡是炼药学徒呢都可以参加丹阁的炼药师考核，每年就只有这一次机会。原来如此。哎呀，我都报考2年了，可如今快毕业了，还只是一个高级炼药学徒。要是能成为炼药师就好了，这样就能有幸结识丹阁高层，对我家药材生意肯定大有助益。炼药师，如今我修炼进入瓶颈，急需大量丹药，如果能考个炼药师倒也方便，甚至
还能跟丹阁进行一些合作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陈少，陈少，我说我要走了。我跟你一块去吧。啊？不是吧，陈少？哎呀，虽然你是学校大考的头名，但是这炼药跟武道完全是两码事。况且，这个你之前的炼药课也不及格，怎么能考得上吧？炼药师考核能有什么难的呀？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再晚赶不上了。喂，你，哎，这家伙怎么来了？该不会是来参加炼药师考核的吧？谢谢啊，大哥，秦晨可是连学徒令牌都没有，他凭什么参加考核？哼，这小子又想搞什么花样？有事吗？我们来参加炼药师考核，把学徒令牌给我。你的呢？我没有学徒令牌。没有学徒令牌，那还来参加什么炼药师考核？学徒令牌？去去去，赶紧一边去。连学徒令牌都没有，还参加考核？好大的威风啊！哎，清晨，炼药师考核可不是儿戏，还是按照规定来吧。谁说没有学徒令牌就不能参加炼药师考核的？这还需要规定吗？根据五域丹塔规定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炼药师考核，炼药学徒不过是各地丹阁私下定的罢了，丹塔根本就没有承认。怎么，难道你还能代表大陆至高的丹塔不成？哟，你小子居然还知道丹塔。不过丹塔是丹塔，在这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走走走，再不走我叫人把你们赶出去了。啊！我说，怎么回事？陈木药师，一品炼药师，里面马上就要开始炼药师考核了，你们在外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陈木药师，这个人没有学徒令牌，却非要参加考核，你说他这不是捣乱吗？年轻人，做事不要好高骛远。炼药师考核之前，必须先成为炼药学徒。丹塔规定，所有人都有资格成为炼药师。我看您也是一名一品炼药师，难道连丹塔的宗旨都不懂吗？你放肆！竟敢这么跟陈木药师说话！陈木药师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将这小子赶出去。慢着，丹塔的确有这样一条规矩。但丹塔同样规定，任何人不得亵渎炼药师这个职业。你不是炼药学徒，没关系。但若你连第一关都过不了，那可是重罪啊。你确定要参加？那是自然。那好，王管事，给他报名。哎，拿着，这是你的身份凭证，从那边进就可以了。喂，大哥，这陈木药师怎么会答应让这小子参加考核？我怎么知道？自讨苦吃，这过不了多久啊，肯定会被灰溜溜的赶出来的。那个人啊，叫王安，考了有几十年了，特执着，也算是咱们天心学院的一个名人了吧。能如此坚持而且有毅力的人，必定不是普通的人。秦晨，你真的有把握？
哎呦，连个高级学徒都不是，来这丢人现眼的。各位，大家都是来参加考核的，何必如此针锋相对呢？臭老头，关你什么事儿？陈少，别理他们。臭老头，让你多嘴。都给我安静。本次炼药师考核共分三轮，第一轮笔试，第二轮随机考核炼药十项操作中的一项，第三轮是真正的炼药师考核。现在开始进行第一轮考核。解除分药的十三种基本手法，以及每种手法的优缺点。破罗叶的生长习性和药性，它在丹药炼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？并写下三种需要用到破罗叶的丹药，请描述火石矿在炼丹中的作用。陈兄啊，这一次考核的试题出的难度极高。我看这些学徒中啊，很多人要败兴而归了。算他们运气不好，这题是流光大师所出，也不知道这些人里有几个能通过笔试。几位丹阁执事里，流光大师最为严格。我粗略地看了一下，他出的题目极为刁钻，就算是你我作答，一不小心也会掉入圈套。更何况这些新来的学徒了。就看他们运气了。哎，陈兄，那不是你刚刚训斥的那小子吗？就是这小子，你看他在做什么，竟然随意的乱写，真该将他驱逐出去，严厉惩罚。我看不会吧，就算此子写得快了些，也不会故意乱写捣乱吧。这题是流光大师所出，他连个炼药学徒都不是的小子，怎能对答自如？我看倒也是。可惜丹阁有规矩，不能剥夺他的考核资格，要不然早将他赶出去了。我一个字都想不出来。秦晨这个家伙，他怎么一个笔都没停过？哼，那秦晨从未上过炼药课，他能懂什么？怕不是在胡乱写罢了。哼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只剩最后两道大题了。如果你是一名一品炼药师，同时也是一名地级巅峰武者，在妖祖山脉中寻找药材，忽然前方传来一阵清香，令你浑身毛孔舒张，陶醉万分。抬起头发现前方百米的一片灌木丛中长着一株百年龙涎香，而在你的感知中，方圆数里之内没有一头妖兽，你该怎么做？接下来这道题好像更有意思。你是一名一品炼药师，在妖祖山脉中历练的时候被白刃毒蛛伤到了手臂，毒素让你的手臂很快就失去知觉，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朝着你的心脏蔓延，而这个时候你身上又没有解药，最近的城市也在千里之外，该怎么做？确实有意思。